Look at all the folks, I don't give to anyone but me. Bye-bye. You're wasting it on myself as human being. Look at all the folks, I don't give to anyone but me. But you ain't show it back. Instead of you lied to me, was never gon' ride for me. Tried hurting my pride with it, and I took my time with it. And now I'm too gone, too gone. Thought I was gon' change, but you can't be that dumb. Now I'm too numb, too numb. Sipping on some whiskey, but I need something stronger. Look at all the fucks I don't give to anyone but me.现在的时间呢是12:19，然后呢就是我要出门啦，然后就是今天呢我会和我的一个朋友呢也是一样的出去一整天，就是呢我们今天呢就已经 book 了一间 hotel 去吃我们的午餐，过后呢我们还会去一个画展吧，就是那个 hotel 附近呢有一个免费的画展，过后呢我们就吃晚餐，然后这个就是今天的行程了。 It's a full day man， 噔噔，这个是我今天穿的衣服，噔噔。就是呢因为呢就是我和我的朋友都说好了，就是今天算是一个拍照的 trip， 所以呢我跟我朋友呢都各自就是带了三套衣服，就是呢待会可以换然后来拍照。然后就这样呢，我要出门了，拜拜。我今天就拿这个超级无敌大的这个沙沙的袋子，然后里面咚咚咚咚超乱的，超级多衣服在里面。噔噔，也超级大了，拜拜，好的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，安妞。我们到啦，我们呢就是点了一个 fish and chips， 还有呢一个 carbonara， 过后呢还有两杯饮料，就是点了 ice lemon tea， 那个是我的。对，所以我本来坐那边的，后来我换来这边的，因为采光比较好，拍影片比较好看呀。这一边呢真的是很漂亮，大家就是呢你可以看到那个KL 姐姐啊，那个叫彩虹，它是最常用的，对不对？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这个 KL 的风景。因为呢这一间 restaurant 吧，它是呢在第50楼，所以呢是蛮好看的地方。KL 姐姐呢就在那里而已，然后外面呢是这样子的。叫我专业摄影师，我拍的照超好看的。你偷笑。
真的是蛮好吃一下的，这它的这个 fish and chips 也是蛮好吃的，这个呢也是可以点。我觉得这边东西都蛮好吃的，基本上我觉得蛮不会踩雷的那个感觉，所以呢，我会推荐就是carbonara 跟它的 fish and chips 还是很好吃。口红都吃到没有了。现在我们就是吃完啦，我们要走了。你们要看我朋友吗？你要入镜吗？我朋友说不要，他害羞。好的，给死你的。你真的不要吗？你真的不要吗？你看他在那边对着镜头摆 pose， 那又不要入镜。这个地方蛮不错的，我蛮喜欢的。就是我觉得改次呢还可以来，就是呢你们可以跟你们的男朋友啊，跟你们的朋友们啊过来这个地方。因为没有男朋友，所以我找女生朋友给我来帮我拍照。Yeah, sure. Just keep it. All right, thank you. All right, thank you. The deal is you think, right? Yes, yes. All right. Thank you for taking the deal. Okay. 现在呢，这个hotel已经完全没有人了。然后呢，这里有一个小吧台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是在等这个。位置拍照，现在呢就是我们刚刚换了一些衣服，我们现在打算就是去那个 gallery 那边的拍照。我呢也是换了一件就是全黑的这种比较西装裙吧，这种比较酷一点的。然后呢我朋友也是一样的，是穿西装裙。哦，脸好油哦，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去了，准备。现在呢我们就是从那个 Blackwood Hotel那里呢，我们要去那个 gallery 的名字呢是叫做Ilham Gallery 吧。然后从那个 hotel 呢去那个 gallery 的才7分钟 walking distance 而已，所以呢我们就打算就走路过去吧，就不需要就是塞车过去了。因为呢就是刚刚下了一场雨嘛，然后现在地上呢是有点湿湿，蛮凉的啦。其实那个天气现在是大概3:30，我们去这 gallery， let's go。 我朋友在做我的 GPS， 他带我走。本来呢他是说只要这里直直走就好了，可是因为现在好像是有 construction 吧，他就把路封起来了，我们走不过去，没有办法了，我们只好驾车吧。哎，可以让那个涛哥在这里，我们驾车吧， let's go， 走回去。
我们到了这个 U Home 的这个 Gallery， 在第五楼。是这边吧？应该我们也是不知道，我们乱乱走的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应该是这边吧？哦，到了。我们现在到这个 gallery 了，超级壮观的。Got people I live for, got dreams I would die for. When I fall, not for all the people I hate. Cause I'm alone and nobody else knows it. I pour a glass of whiskey so I don't have to show it. And I got pain and nobody else knows it. I pour a glass of whiskey but I still can't control it. And I hate that I fake the smile. There's a lot of things that nobody knows. And I don't recommend you crying about things you don't know. Baby, I'm hollow, I finished the bottle. I still got these sorrows inside of my head. Won't see you tomorrow, I think it's a problem. I do this shit often, not even with friends. Looks out of your vixen, I went and got in it. She off of my head, listen, she inside my bed. Got people I die for, they say I should live more. Can't see all the good when I be feeling insane. 这里呢是他的 gift shop。我们就是在一个 cafe 叫做 Rabbit Hole 呢吃晚餐，可是呢，因为我们来到的时候呢就已经暗了，所以就拍不到他下午的那个照片了。哎， first impression of 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这边的 parking 超级难找，我们找了很久很久才找到。然后呢，就是这附近呢有很多人呢，就是拿那种一个 parking， 然后他们来收钱，就是 basically 呢，这整个 area 呢都会有印度人来跟你收钱，只要你随便拍一个地方都好。都会有很多印度人呢过来跟你收钱，收五块啊十块。然后刚刚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就点了一个五块钱的那个 parking。我们呢就点了一个 mushroom soup， 我很喜欢那种就是灰色的 mushroom soup， 因为呢这一种呢才是真正的 mushroom soup， 那种白色的呢都是可用惯的，这种brown color 的呢才是真正的 mushroom soup。所以呢我一看到这种 brown color 的 mushroom soup 呢，我就一定得叫。所以呢我们就来一个 mushroom soup。我们呢总共呢就是点了一个 carbonara 还有一个 mushroom soup， 因为呢就是我和我的朋友呢都没有很饿，所以我们就叫了这样子来 share 啦。mushroom 呢是我喜欢的味道。
这里的 carbonara 呢也是蛮好吃的，我觉得不错哎。然后呢，我们又点了一个甜点吧，但是呢，这个waffle呢只有两块，一家鸡不是有四块的吗？它只有两块。But anyway， 这个是我们点的甜点。我们换位置了，我们选择换到来外面的这个有泳池的地方。我们就走啦。然后我会觉得说这一间 Rabbit Hole 呢，他们的 staff 真的是很好，就是呢我们在那边拍照呢，他们完全没有赶你的意思，就是他们的人呢完全就任你拍任你拍，你要怎样就怎样，就是不知道有些 cafe 呢他们可能会赶人这样子，所以我觉得这一间 cafe 呢他们的 staff 真的是蛮不错的。好了大家，就是呢现在已经是10点多了，看到吗，大概要11点了吧，然后我就要去卸妆冲凉了。然后刚刚临走前呢，我朋友呢就送了我这一个东西，呢就是呢我和他做的那个Christmas exchange 那个 gift 吧。然后这一份呢是我今年第一份的这个 Christmas 的 gift， 然后去谢谢你旭荣，我去看一下这是什么。哇，他送了我一个这一个，噔噔。就是一个那个香氛吧，这个呢蛮不错的嘞，然后我就不开了吧，就这样子吧，然后就好了，就是今天的影片。我呢就想到说就是快点做一个 closing， 然后我就要去卸妆冲凉睡觉了。今天呢真的是蛮开心，就是能够跟好朋友呢就是度过了一整天，我们就是去了午餐吧，然后我们去 gallery， 然后我们去吃了晚餐，这点我觉得今天呢蛮开心的。然后就这样子吧，我今天的 vlog 呢就到这里了，就是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记得点个 like 和 comment， 然后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它的这个 fish and chips， 麻烦你，快点，快点，我想要复习一下，怎么样？好像有点磨，没想起来呢，有点这么干磨吗 ？OK。